行吧，一个他们，一个我们，一个他们，一个我们。好，那陆姐先来吧。我先看看这个力量大不大啊？这个挺轻的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撞的力量要大一点，尽可能的多把他们打倒，你的选择就多了。OK， 来，走你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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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五。啊六，这三，现在是三四五六，然后两个四，那你直接摇二就完事了，把四拿走摇二呗。首先，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这个球，我可能都打不到这一个。打得到，打得到，打。我现在给你摆出来啊，给你放这儿。现在是四，三，三四，三四五六，你看那俩一看就是呗，看看。干的那是，干的那是是，那是老大的活吗？哦，我知道谁是老大了。这五，哎，这五，三四五六，现在。那你直接摇二。刚才我那信封白木人看着，我感觉他们肯定会投你。我一个普通人给我投回去干嘛呢？我觉得你反而装秦王更好。秦王？但我觉得你被投去也没关系。我是秦王吗？就对你引起惊呼。我是秦王，你给哥整懵了。我觉得咱们可以拼一把，直接变成最大是吧？对，就那个吧。来来来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二。也是胜利的意思 ，victory。一、二、三，不会擦过去了吧，大哥？三，对三。没事儿，这玩的就是精神，刺激没问题。这玩的就是刺激。我来。OK， 二二三四五，那你就拿个二呗，是吧？你万一整出个一来，你就一二三四五了，你就偏了。那就赌一把是呗？对呀、啊，我快速解决。OK， 二二三四五，那你就拿个二呗，是吧？你万一整出个一来，你就一二三四五了，你就偏了。那就赌一把是呗？对呀、啊，我快速解决。团一，一，一，好的，目前重庆拥有了最好成绩，五个连续的数字，一二三四五。你瞧瞧，就这么有运。那我先来，凯哥，凯哥，凯哥。哇，上面是有人的。哇 ，Yeah， 哇，好有气氛。你们是怎么做到刚才一声都不吭的？几几几啊？三个一，一个四，赢了呀！那我就争取五个一嘛，然后保留三个一。中你！耶！那你是第三等。第三等，第三等，不错。帅是没有用的，先起个范儿。我是一号囚鸟，好痛！哎，怎么有点歪啊？好轻啊！一四四，一四四，哇！分身啊，见好就收吧。
我的目标是赢掉你。当然要搏一搏吧，万一运气很好还有个四，我就赢掉你了。四个相同的数字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考虑什么？反正游戏只会赢一个人，对吧？对。那我其实比凯哥高一点没有。你先摇到四再说，咱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。那就更不能让他过去了。对了，更得你就一辈子在这里吧。走你！哦，三，我保留三个三。3 6 6，我留个1 2 3吧。不要。四，少一个，少一个字。你没有成绩。2 3 4 6，你差个5，你再来一个就赢了，姐姐。差一点。最有价值的两只囚鸟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有玉佩了。对不起。所以这个环节胜出的就是周深周大人，有请你的玉佩。来，给我点掌声。知道再多，也让你烂在肚里。对。不知道沙哥在那边过得如何？来了啊，走你。OK， 2 2 5 1，要俩，要俩，1 2 6，行了，3 2啊。2 1 3 2 4，1 2 3 4有了，5 1 5 6。4 3 4，行，3 4 3 4，来了啊。哎，2 5 5 4，有4 5吧，只能摇出一个2 3 6。2 3 6，好难啊，还跳着呢。走了啊。2 3 6，奇迹出现。6 6 1 1，没戏了，尽力了。五人当中成绩最好的是范丞丞，得到了5个连续的数字，所以你可以获得一枚玉佩，到我们大街上找到你的商贩来跟他获取信息。那接下来周深周大人就请你去往茶馆门前的伞店询问线索吧。卖伞喽！您好，可不能被别人听见。你有什么要告诉我？您是要打听消息吗？对。那您要把玉佩给我。哦。要小声说吧。你们听到的不能说。好。昨天郑凯大人在我这儿买伞时候，收到了一封信。说是荆轲大人送来的，所以他一定不是荆轲大人。啊！谢谢您。这伞怎么卖啊？这伞可以送给您。
没有，送伞不就是？看您长得很帅。哦，谢谢您，下次再来。你拿把伞干嘛呢？给了他一把伞。所以他们已经都在一起了。嗯。